韩志勋是你妈妈的儿子，你真的有办法打倒他们一家人吗？你跟韩瑞珠的婚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凭什么因为一个车恩童撞毁了我的婚事呢？这里对你来说跟羊入虎口没什么两样。您为什么瞒着我私下跟会长还有志勋见面？韩志勋长呼夫人。韩志勋他承受不住的，要他怎么接受我们都是我妈儿子的事实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危险的约定。